我在。哇塞，今天穿成唐三。Cool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豆豆大。我也看一些年轻人的动画。对。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大麦。握手。哇、哦！但他手上好多。还给他，还给他，你真乖。咱们不理他。好，给他搂，给他搂倒、哦，我跳下去，跳下去。我原来是第一集第一个死的人，证据找到被狗勒死。来，过来，别给人衣服弄脏了。所以你的职业是？我的职业是做手，就开手工店的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。你看看我这个跳。我在旁边站。给你配个那个音乐，你把手举起来摇是吗？ Cool。 你是什么职业？无业。我能是无业吗？我是作家，天天在家码字了，所以穿的你看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像个作家，写的东西应该不是什么能看的。你也不像那个，怎么不能看？那个就不用说，那一看就是个代打。穿上这一身有 buff。你们知道他今天穿成唐三吗？什么叫？好的，斗罗大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就是像我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。我这么大，这狗这么大。大妹，来走。嗯，来，坐，哎，大妹，来坐，自己摔了。上一周我们的感觉怎么样了？对得起这个侦探二字吗？我觉得我们四个还是对得起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四个还是能挺能对得起的。我报警吧，咱这回别自己瞎查。你搬出这公寓吧，你不适合坐在这里。我们在哪儿？说出来。我们在发生意外的地方，意外公寓。发生在这儿的能有意外吗？为什么非得今年杀他？而且又这么。让你们都能抓到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还让你们都能抓着？应该让这几位福尔摩斯给我抓着了。你说这样的是，所有来这儿的人可能都和这个人有点关系呢。恒种病。咦，奇怪。你喜欢尾随女的，你弟弟喜欢尾随男的。他要送1000个男孩回家。你是第一个。你看我们哪个能保护你？不行，给他一锅粥，让他留一库，留他一库。你当中出现了叛徒，太可恶了！你看他怎么等一下要审你？啊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你先坐下。哎，下午好。我是一个保守的女人，我刚才是不是跟你们说不要碰我房间的东西？你们怎么回事呀？小美看着我们，不要老看后面的监控。啊，对不起，职业病。你们也知道我在直播间很出名的。你已经是现场这直着播呢，这已经。看你的家人们。那当时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这整栋楼就我一个保洁。对不住大家，对不住。我再请几个。别请了，一个就够了。你不是网络主播吗？你不老带货吗？我没有带货，那都是不收钱的。美颜听过没？你不用吧？人家他需要吗？他接过了。跟那个榜一大哥还行。你们家出一个人吧，出一人是凶手出来。这个公寓真是个神奇的地方。哇！你们在哭？不要靠近废弃配电间，不听话会死哦。就没有留下来这个人？有人死了。
来来来，这儿有暗道。这里边可能藏着什么秘密？啊！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。你利用我们。你要敢曝光我的秘密，我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他把他控制住，他有问题，皮脂人皮的电锯。我要提前动手。当时我也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谁。怎么这么简单就给你消除嫌疑？我不知道。你想轻易就可以动手？他就应该死。当然了，我想弄死他。我此时此刻也未必相信他说的话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！你们随时可以找时间去杀掉他，对不对？还不如重新过一回人生。不要装了，我告诉你。不要。其实我知道他今天要来杀我。你有病啊！不知道是谁，你骗人。不要靠近废弃配件间，不听话会死哦。哇，有人死了，一定是谋杀。他桌上有那个刀和猫。这一对渣男女谋财害命，他就应该死。其实我知道他今天要来杀我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你知道你们家还有一个女生吗？当时我也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谁。哎，这里居然是个通道啊！这里面有东西的，这里面有东西。你看这个符号。恐吓我们那个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出去！好保洁啊，好保洁，铁证如山了。你利用我？当然了，我想弄死他。啊！哇！你们在哭？外面那个门已经被锁住了。啊！我们已经出他门锁了呀！上！追他！哎呦！我们仨还是先去一楼配件间。你的包是吗？哎，我的包好像在那个好保洁。能不能敲门把那包要回来？小你包太无聊。我包的那保洁。客户库把侦探包留在了保洁房。客户库对，客户库把包落在留在了好保洁家。我们你的包落在地上。我里面记得还有东西。我没事，我们那这个配电间可以绕过去，还能走。哦，你们得去想个法儿把他们勾引下去。我们是不是得去一下一楼配电间？对，我们先下一楼配电间，然后呢把闸拉了，这样那个保洁就得下去。没错，处理。然后我们先去他房间把你包拿出来，好吧？去，好吧？很好。行，走走。对，你直接敲门跟他要，对。哦，但他万一发现了自己又丢了块表，又被翻成那样，不会的，就说不知道。哎，刚才我就不应该开那个门，我听到有人敲，我不开不就好了？有点。我说你们没完了，我落了一个包，对不起，包好。好，快点，拿不拿？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先忙。你们把我屋翻得乱七八糟的啊，还有里面。哎呀，他的包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快点的，拿走。谢。他一出门，咱俩在那儿。快走。勇敢。还好吧，谢谢可可。勇敢。下次给他发个活，帮他打扫房间。嗯，好汉。嗨，嗨，认识哦。啊，画吗？哎呦，这是个。哎，说把这个包拿起来看一下，这个重要线索我还没看过呢。啥呀？娃娃，这个男的包里为什么会带了个娃娃呀？不要靠近废弃配电间，不听话会死哦，不听话会死哦。不要进入配电间。
那我们要不要先把小美她屋搜了？她屋没搜呢。哎，这有一个电话和便签。哦。哎，这是加减乘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还有屏幕，还有个数字，屏幕 也是个62341291。我觉得通过这几张卡片把手机看看。这是密码呀，这是密码呀，完了呀！我觉得我这个太不擅长了呀。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看。二除以三，这事儿也不会，也不应该呀。完了，咱要不再找找？就数字这事儿，咱确实不会。我觉得，让保佑回来再看看吧。就数学这事儿，咱是真的盲区啊。对，因为学音乐的人数学天赋非常的差。虽然说我们数学都很强，但是我们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保佑。保证完有没有道理？对，郭保佑啊，要。我知道他密码。你怎么知道他密码？我入住的那天。听说的，他生日，他生日是什么来着？什么？你不会要破解那个密码才可以进？密码呢？我是绝了这个。进。哎，这是我家了，是吧？谢谢。哦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他是97年，1月8号。哦。大麦是我们，自己人，嗨，认识哦，啊，他的这些都可以打开的吗？是的，这些都是。郭伯又再找一找这个宠物屋，画吗？哎呦，这是个。密道，哇！